今年我们沈宁区共拿出了120个岗位，用于面向社会公开招考，比往年增加了近40个岗位。第二个，录我们的考生学历层次较高，今年共有19个硕士以上研究生学历报考。因为我报考的岗位是医师岗位，目前国家的疫情还是存在的，我也希望入职以后尽快能够投入到一线的医疗行业之中，对防疫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。